Max 的。喜欢它的设计，就是这个蓝绿绿的，觉得是可以放那个 Pro Max 的手机，这里还很大，然后就还蛮 lady 的，对，很棒。它旁边有那个电扶车，对，觉得未来的趋势也会走向一个我们所谓的混装模式。就是有一些地区是需要高度管理的，有一些地区是可以比较有弹性的。那我们基本上是花了2年证明说，在这个弹性的空间，只要友善的管理跟透过数据跟我们的车载设备持续的回馈到我们营运团队，这些乱象都是绝对可以被解决的，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的满意度不会这么高。Max 的，我走了，这是大家都可以。